雪花一片一片飘落，情景变成银白世界。小朋友不畏风寒，在屋前打起雪仗。哎，那流水没呢？不敢。一般都我们都会去合欢山看，然后这一次居然在我们店门口就下雪了。 亲近周边不少像这样欧式建筑的民宿，屋顶附上厚厚的白雪，仿佛置身北欧国度。不用买机票，也像出国。各式各样的屋顶全都倾斜45度角，木造的建筑模仿欧式风格的民宿，不少游客度假意外遇上10年难得一见的雪景，好兴奋！第一次又碰到那么幸运，碰到这种下雪，然后又刚好又住这个很有欧洲感觉的那种建筑物。 然后感觉真的就很像在国外的感觉，像我们的建筑物都是比较像欧洲的那个建筑，欧式建筑，所以在搭配这个雪景啊，仿佛置身在欧洲一样，所以客人的询问率很高。这个欧式建筑内又藏着另一种风情，熊熊烈火在壁炉里燃烧，让这间餐厅的室内温度瞬间温暖顾客的心。室外负1度，我们这边是烧这个的话，现在是16度，室内就16度，所以它差个10几度呢。暖和，对，差很多。不会那么冷。 眺望远处，整个山头成了冰冻世界。24号上午，情景降下大雪，让不少游客有了意外收获，也体验到异国风情。记者黄湘锦、陈广瑞 SG 小组南投报道。